国风少年无惧标签。大家好，我是曾雪瑶，你们可以叫我瑶瑶。我今年18岁，大家给我的标签是元气活力美少女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这一次我的标签是国风美少年。小红书国风美少年少年榜将于11月23日开启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，为我盖章吧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